交通法，这是从政的行规啊。第一个，不要贪财；第二个，不要好色。一个政治人物、一个政党、一个政府，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赖与尊敬，他不可能再往下走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讲这个绝对没有影射任何人的意思啊，因为我都讲了很多年了。这是马英九银行校服的资料，他做市长一个月薪水150,000，但是差不多每一个月他都汇款200,000给他太太周美青。财产增加的比较快，是因为我的财产集中在存款，是一个最透明的方式，大家就看得见。有人说我有两个女儿在美国念书，一年要花什么700,000-800,000，我们两个小孩距离5岁，他们同时在美国念书的时间只有9个月，所以花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给出来的钱是对倒来的，安怎算就算不清楚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伊要特别费来做补贴。市长，我想再重新厘清一下啊，刚刚周议员有问过你，就是说特别费的部分，它不是薪水是吧？是不是薪水特别费？我的了解不是。好，它也不是市长的或首长的收入跟所得。特别费可以拿去当生活费吗？特别费我们不会拿来当生活费。不会拿去当生活费，对不对？特别费应该是公务使用的费用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你把特资费当成生活费使用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！这不是你决定啊！退出政坛啊！啊！退出政坛、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，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。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，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。这句话才讲完，都有立委出来吐槽。市府有一个员工，他不愿意具名跟我们爆料，原来马英九的特别费花到马小九的身上，就是这只马小九，甲马英九加一个非常的龙龟。台北市的狗只要姓马，就可以用你的特别费报销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有台北市的流浪狗，请马英九都把它改姓马，也一并用你每个月34万的特别费来。